早安啊，今天是 Land Rover 的全国大车聚，然后昨天晚上就来了，今天早上就超热闹，有很多的市集，然后还有越野的活动。但这边它不是很正统的露营场地，所以它其实真的很沙，就是到处都沙。你们看，尘土飞扬，无敌崩溃。我们路过最最最沙的场地，看完这里就觉得以前露营的地方超幸福，可是因为就很多尘土，所以车开过去就觉得车很帅。知道，很好吃哎，这可以自己做哎，它这样55块不贵，在这边来说不贵。对啊，而且它的草莓很香，它是水果，真正的水果哎。嗯，这间推推，如何？好喝，是啊，还巴乐冰沙。现在越来越热闹了，超多摊贩的。谢谢。有像夏威夷虾拌吗？我们说夏威夷虾拌。它的三星冰棒也很好吃，它是超多水果，它里面有柳橙、苹果、奇异果、葡萄、草莓，这真的超好吃。而且它是新鲜水果，然后量超多。你怎么那么可爱？可以到爆炸！我都自己洗，真的、哦。因为它太老了。拜托拜托。然后去给他洗，我怕会有什么风险。找到全统艺术。是。Q 到爆炸。我们的旺哥上一次车聚后，他就马上买一台 D3， 这次特别来越野，所以我们来参观的车，因为我们已经决定我们要去买一台出来露营的时候用。而且旺哥是冷气专家，你要不要跟我合作拍影片？可以，有机会的话。赞赞赞，好，我们来约时间。现在在赏车，哎、欸，他车况真的很好哎、欸，其实很不错哎、欸，对啊。然后他们还有装车边帐，看他的车很帅，而且他的眼睛也很可爱，很扎实。然后它下护板也是全部改过，这里也很可爱哎。在台湾比较少，这只是纯单纯就是装饰。所以这也是你改的？对。这个好好看。这个目前台湾就我一台。这很可爱，拜拜，再告诉我好不好玩。慢速，慢速啊！好、哦哦，速度慢就是给自己活命的空间了。往右，对，往右打一点，进来，好，大师，对，在中国 ，OK， 哎、欸，很好、欸、，OK， 继续在中国，不要弯哦，不要弯，进来，等一下准备右转哈。你不用紧张，对，你就直走，你不用紧张，没关系。真的假的？加点油！好像不行了，不中。过了，谢谢。哦，谢谢。好玩吗？好玩呢，你要鼓励我。真的，怎么那么
水，这个还更好玩，因为它有加水了。有觉得厉害吗？厉害，轿车可以买。十五年前还可以这样子开。可以买，可以买。我们刚刚在看大家越野的时候，有看到狂人日志的Vincent，然后因为我真的超级喜欢他的频道，觉得线上有质感又用心的汽车频道，真的就只有他了，就我唯一会看的，然后就去跟他打招呼，我真的觉得他很厉害，也推荐给你们。他们三个睡得超级可爱。这边是历代的经典的 Defender。定的酥肥烤肉大餐是这一间的，哦，超豪华，很赞。嗯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酥肥的好好吃哦，好赞啊，赞，好吃，还没吃，真的好吃啊。身为中暑堂客的我，下午玩太开心，马上中暑，所以我们现在紧急刮痧中。然后后面看这个夕阳，哦，很漂亮。好歪，好痛。这是我们第一次，只有我们两个的露营，好玩吗？好玩。会想要再一次吗？可以，虽然还有车友，对，但就是两个人单独的露营，还是会有点慌的，而且很多东西没有，真的就是要麻烦别人，就准备的不够多，因为平常有其他更厉害一起，我们都很松懈，但真的超好玩的，期待下一次的车聚，拜拜。